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一恒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介绍那个台中市石冈区全新整理的透天。这间透天哈，它的特色又是大地坪，全新整理。线路没有换，应该有吧？线路没有，没有换哦，就是还是旧的。地坪32坪嘛，对，32坪，大地坪啊。那有5房加一个孝亲房，有孝亲房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3楼，3楼啊，这是后面的房间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一片农地，然后下面是那个厨房的增建，OK， 好，它是大地坪，大面宽，面宽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面宽应该有超过6米，我觉得有超过6米，蛮宽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。6米半，因为它有墙壁啊，两侧的墙壁，所以大概将近6米半的面宽，全新整理看到几乎都是新的了，然后这是3楼前面的房间，家里没有神明厅哦，2楼有2间房间，好，那是3楼2个房间，很大，非常大，就是因为大面宽啊，所以感觉房间比较大，好。那我们来到前面的阳台，外面有一个阳台，对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，阳台哇，前面有一个路冲，可以接受再来看，除了这个路冲之外，还有这个等烫马迪加，等烫马迪加，好，如果可以接受，我们再来看，好，地坪32坪全新整理，好。那我们去2楼看看，对，它的屋顶也换新了，靠近一点，然后屋顶也换新了，屋顶也换新，好，它电塔应该在屋顶吧？不，那个不是电塔，是水塔，讲错话了，好，它是2楼，2楼3个房间，接下来就是2楼了。2楼是3个房间，不是2个房间。好，那这一间还比较适合当神明厅呢。也很大，很宽广的房间，然后有一个阳台，传统的阳台。这个阳台是打得开的。夹到手，小心小心。对，有一个阳台，哇，超痛啊！好，线路我看一下。对，线路是旧的，还是旧的。线如果要想换的人，再自己换。屋龄是12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43年，43年。好。然后再往后，这边中间的卫浴，哇，痛死了。对。全新的卫浴，然后后面有2个房间。后面有2个房间，其实这2个房间加起来就跟前面的房间一样大，所以要隔成2个房间。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前面也可以隔2个房间，一个房间就一般的房间了，另外一个房间就当神明厅，其实是可以的耶。改自己改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这是楼下，哇！好，我们先看后面好了。后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厨房，那这个厨房因为很大，其实你这边也可以弄一个餐厅，这边可以弄摆饭桌，在这边也可以摆，还有后院，这个后院也很大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放瓦斯桶的位置。没有天然气，这个石冈小众偏乡地方比较没有天然气。它后面有一条小路，前后林路，赞哦。前后林路，好，前后林路。然后我们的位置比较高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淹水。比较高一点。这边可以洗衣服、晒衣服。
好，我们看再看一下那个厨房的全貌。好，这边厨房，好，然后这边有那个划分磁孔在这里，划分磁孔在这里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旁边这里还有一个房间，孝亲房，对，这是孝亲房。好，这个厨房跟这个孝亲房都是增建的空间，我们刚才在楼上看到那个铁皮屋顶就是孝亲房跟那个厨房。好，是中间这里可以当客厅，这边可以当客厅。好，然后呢客厅很大，因为面宽宽，这边很宽，可以当客厅。然后这里就是它的卫浴，两套卫浴，一楼跟二楼，都全新打造了，全新打造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去前院看看。它前院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里面这个车库，停车位，停车位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前面这个规划的不是很好，而且它又有电线杆挡在这里，电线杆又挡在这。那基本上啊，这个车位这样子只能停一台，其他位置就是当停摩托车，可能有几台摩托车可以自己停，但是因为这是乡下地方啊，如果你有第二台车，其实也不是不能停，门口这边稍微停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。这边多宽呢？我看一下，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停门口，四米宽，这边有四米宽，所以你一停一台小车是可以的，四米的小车，路通，看一下外观，它外观没有拉皮，外观还是原来的瓷砖，好，我们走去外面看看。其实这间很多年前我有卖过，那时候开价是600多万，那时候开价600多万。那现在卖898，全新整理好了，所以你们应该猜得出来他买多少钱。他其实就是买500多万，投资客才会去整理房子啊，一般是那种一手屋主或自住的卖房，通常不太会去整理房子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出来啊，出来就是丰思路，出来是丰思路，你要小心哦，不要跌倒了，我会走太快了。那说真的啊，石冈最近房价也是涨蛮多的。石冈最近房价是涨，这几年啊房价涨蛮多的。以前全新的，大概十几二十年前齁，全新的500，500万上下。现在已经全新的已经涨三倍了，超过三倍了，这几年涨很多。所以像现在这种中古的透天，也已经来到快1000万了，土牛，尤其是土牛这边，里面像那个土牛那边，我们还有其他的，这边是石冈土牛啊，同时在红绿灯那边就左转过去就是东风大桥，这边其实是属于东市的生活圈，石冈市区在这个方向，石冈市区在这个方向，那这边我们里面有一些也有全新整理的房子，也是八百多万，巷子比这个还要小，八百多万，我也有拍摄，然后最近不过因为我频道要搬家了，所以会重新再拍摄，我以前拍过的有些可能会再重拍一次，那还没有卖掉的我会重拍，会有频道会搬家，那希望。希望你们会喜欢，然后因为频道搬家，这个频道我打算上这边我会上最后一次架，然后欢迎搜寻刘一亨另外一个频道，
欢，赶快打电话给我，标题上面有我的电话。有苦难言，有苦难言。这边有超市啊，但是它不是 Seven Eleven， 力旺超市。那边买杂货用品在那边也可以买，但是如果要去便利商店哦，就要过桥，去东风大桥那边，或者是往石冈市区那边，接近那个，接近什么？接近前面有一个，还有一个 Seven 啊，不过比较远一点啊。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那个，情人木桥那边有全联，那边有一个全联。好，谢谢，希望大家能够再继续支持刘一恒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